今天的事大家都当没有看见，行不行啊？行好，那这件事咱们以后不许再提了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回去。注意安全。是。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你？跟岳父拜把子不喊我是不是？下次也行啊。下次啊，咱桃园三结义啊。睡觉。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。各位，明天8点才能起床啊。放心啊，在 KK 听我的。小白，那个前台的小黄是谁啊？为什么老冲你旁边啊？还有那个小猪给你送的早餐好不好吃啊？他都给你送什么呀？平时？哎呀，脑袋疼，酒精又上了。哎呀，哼，吴白。我真的怀疑你是真醉还是装醉啊！你快跟我说说那个小猪又是谁啊？瞎说的，我眼里只有你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现在没人，走吧。走。等一下，是不是有人偷看我们？不会吧。你回头看一下。你看我说没人吧。放心吧，我说过 KK 里我说话没人敢不听的。我还以为队长不近女色呢。是啊，看清楚了吗？是女的。废话，当然是女的。有没有内部消息？姑娘哪人漂亮吗？漂亮。那她懂机器人吗？不懂的话和队长聊什么呀？懂，那可太懂了，完全配得上吴白。有爱情领队懂吗？这个不早了，该睡了啊，明天早上还训练了。睡了，睡觉了。到底是谁啊？周一，睡觉了。说说吧，退役之后准备去哪儿？可能会帮我妈去经营小卖部。哎，你说如果我在上海开一家奶茶店，我是不是赚翻了呀？不行，那不屈才了吗？看这个。干嘛？这是几家顶级俱乐部的招聘信息，你好好选一选。别了吧。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退役，你这又是要把我往回拉呀？小米，我是真不希望哥几个就这么散了。
你还记得色漏战队那老房子吗？我把它买下来了，就是希望咱哥几个有一天……老大，咱不是说好了让我洒脱一点吗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尊重你，行。就是想告诉你 ，Solo 战队一直都在。只要你想回来的时候，一直有个家在等你。进。抱歉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？没有，你们先聊。我回去收拾行李了，有空约饭。哦，坐吧。现在退役也许对小米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也许吧。不说这个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谢谢你同意让我带小艾走。可能你说的比较对，小艾跟着你，对他会更好一点。那边的学校还有医院我都联系好了，到了就可以直接住院治疗。嗯，有任何我能帮上的，记得给我打电话啊，我手机24小时开机。你已经做得够多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小艾。你走了，苏城，照顾好我女儿。放心，王浩，你也好好照顾一下自己。一直以来，你像个大家长一样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你自己呢？你有想过吗？当初我们分手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因为我总觉得你心里只有你的战队，你的梦想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。爱操心，都习惯了。兄弟，战队，女儿，责任感，荣誉。王浩，你应该要为自己好好活一次，毕竟我们都已经不年轻了。谢谢。多为自己想想，走了，别送。你答应他了，让他把孩子带走。